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耀，我们先来打一下复刻的地狱级镇魂曲的激昂澎湃哦。那这张2234的话，其实技能还算不错，只是近期可能比较没有什么出场机会，所以拿一张放在背包就可以了吼，不用练。好，那等一下一样会带大家用不同的队伍来做一个好打的示范以及解三成就。好，那第一队我们就来使用全地狱乐合作配置的大奖画眉丸来做一个通关哦。好，那队伍跟龙科配置都有打在旁边，这一队是解三火成就。如果还有疑惑没看清楚，可以按暂停再看一下，剩下就边打边讲解喽。好，来第一关。好，第一关呢，我们就火起手，然后我们去转水火木，至少各一康就可以了哦。好，如果卡猪也没有关系哦。一来是对面 CD3 要打过来还很久，二来是画眉丸继而就可以挡死，而且画眉丸继而第二回就可以用哦，所以应该是不用太担心才对。好，接着第二。好，第二的话呢，我们就火起手，然后留一颗加护珠，至少一颗就可以了哦。好，那顾 C 的话呢，画眉丸有内件无事，所以不用理他。OK， 好，接着第三，好，第三这边我们就开画眉丸的记忆，然后我们点水。好，然后这边我们就直接抓画眉丸。好，这边带过去没问题。好，接着第四，好，第四的话呢，我们就那个中间会先自己死去啦，然后我们等一下就火起手，手消全光加全水就可以。那如果你说真的卡住的话，没关系，你就偷一回，下一回合开左切就 OK 了哈。好，那我们这边就直接手转哈，把全水全光消一消就好了。好，这边一样带过去。好，接着来到第五。好，第五的话呢，我们开个七子。好，然后这边直接火起手就 OK 了哈。好，这边一样带过去，没问题。好，接着来到王一。好，王一呢，我们就直接开画眉丸的记忆，然后我们直接点光就可以了。好，那这边当然就是直接光起手送他哦，50光直接顺利解掉，完全没有问题。好，那这边一血直接收掉哦。好，那第二条血敌人也会自己死去，所以完全不用动，没有关系。好，那这边是第一队的地狱乐，等一下我们就来使用第二队。好，第二队的话呢，我们就来使用全神剑合作配置的大奖飞春剑心来做一个通关，这一队一样是解全火成就。好，那队伍跟龙科配置呢都有在旁边，如果说还有疑惑没看清楚，可以按暂停再看一下，剩下就边打边讲解咯。好，来第一关。好，第一关这边我们开小薰，好，那这个版面不用动它，我们就让它消除就可以了。好，那总我们去做直切。 OK，好，接着第二。好，第二我们就一样开小薰。好，那这边至少留一颗加护珠下来哦。好，那总我们做一个直切。OK。好，第三。好，第三这边我们开雷石泰，好，这边十颗水，雷石泰的版面就可以解决掉了。好。好，那转完一样要记得直切齁。 OK， 好，来这边送过去。好，接着第四。好，第四这边第一回我们就直接原版面送他就可以，转完直切。好，那接着第二回的话呢，我们就开剑心，然后我们选择双龙闪哦，右边这个。好，来接着我们开小薰。好，那转完一样去做直切哦。好，这边直切。OK。好，接着第五。好，第五这边的话，我们开高和会还原碎裂。好，然后开小薰。好，这边一样直接送他就可以了。好，然后转完做直切。好，来这边带过去。
好，接着来到王一。好，王一第一回呢，我们先开仓子。好，那这边先直接送他。好，这边有多天降一组光珠哦，这个是关键，等一下会跟大家说明一下。好，那总我们先做直切。好，那第二回的话呢，我们再直接送他，就可以再累积15光了哦。好，那总一样做直切就可以了。好，那第三回是关键，第三回如果只剩三光或以下的话，我们就直接双龙闪加小熏。那如果还没的话，哦，你可以先小熏转完直切，第四回再双龙闪，然后再小熏再直切。哦，那如果这边哎，对，第三回我们真的已经三光或以下了，那我们就是开双龙闪去把电击炸掉。好，然后我们再开小熏，哦，这样就直接可以把它收掉哦。不然说它这个50光啊，其实它是会循环累积，你如果没带走的话，你要再累积50光一次哦。虽然说剑心的血量不会死，只是说就是要花比较多回合，比较麻烦哦。好，接着二血呢，我们就开小熏两次送他就可以了。好，来，这是第一次，然后转我们去做直切。哦，这个灼热啊，一格只有炸一万而已哦，就算全吃60000哦，我们血有40几万，完全不用怕。好，第二回呢，一样小熏，然后转完直切就可以了。好，那这边是第二队的神剑闯江湖哦，等一下我们就来使用最后一队。好，最后一队的话呢，就直接用普罗米修斯两张卡就够了哈。普罗这个机体要对付这个关卡是非常足够的。好，那一样，我们就是边打边讲解哦。来，第一关。好，第一关我们直接开左边的普罗，那这边光骑手全满涂过去就可以了。好，那开招的普罗有无视连击相等，好，这边就直接带走。好，接着第二，好，第二的话呢，我们就留一颗加护珠就好，然后这边就原版面送他哦。哎，这边留一颗 ，OK。哎呀，这个天降，好，不过没关系哦，那个天降倒霉消掉无所谓哦，下一回合再一次就好。好，来这边带过去。好，接着第三，好，第三就慢慢累积水就好。那这边如果龙科之力有跳哦，你可以善用这个龙科之力，哦，这样子水会累积的比较快速一点点啊。如果没有也没关系，慢慢来就好了，因为只有九颗哈，九颗这个数字很小啊。好，哎，龙科之力真的有跳哦，那就直接开没关系，反正有跳就开哈。哦，这样累积水绝对是比较快的方式啊。好，来这边带过去。好，接着第四。好，第四这边的话，第一回我们直接送他。好，那接着第二回呢，我们可以开右边的普罗哦，然后我们就一样把右半板涂满就可以了。好，这边带过去。好，第五，好，第五呢就直接送他就可以，你只要有消到神珠珠，就至少加11康了哦。好，这边一样带过去。好，接着来到王一。好，王一这边的话呢，我们开左边的普罗。好，来，接着我们开龙科之力。好，那这边一样哦，光骑手全满涂过去就可以了。好，这边还有十颗，好，那剩下的十颗呢，我们就是第二回哦，去开右边的这个普罗啊。好，然后一样光骑手把全满涂过去就可以了。OK。好，这边就直接带过去。好，那接着二血呢，这边就是两回合送他就可以了哦，这个完全不构成威胁啊，甚至灼热哦，我们的盾都先挡住了。好，这是第一回，好，那接着第二回就一样送他就可以了。
好，那以上这边的话是三个队伍过这个复刻地狱，给各位稍微做一个参考哦。感谢大家收看，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会啦，拜拜。